据媒体报道，朱正廷在一档综艺节目中担任嘉宾，一位小男孩在节目录制过程中意外摔倒，朱正廷飞奔过去扶起，速度之快，连摄像机都来不及跟。此举一经爆出，获无数网友大赞暖心，抱孩子的样子太温柔了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有一个人影冲了出去，腿长真好啊，有爱心的善良的朱正廷，你是最棒的。